朋友们好，欢迎收看《中外名案精选》。今天大案的主人翁是曾经赫赫有名的中国散打王乔立夫。这位中国散打的旗帜性人物，本有大好前程，却由于头脑昏庸，没有抵住情色和金钱的诱惑，犯下了致命的死刑命案。乔立夫出生于1964年，大连人。小时候由于父亲性格懦弱，家里经常受欺辱。母亲也因受辱而上吊自杀，乔立夫为不再受欺负，下决心开始习武。1984年，乔立夫先后拜大连武术名家李征甫、沈阳佟庆辉为师。乔立夫意志坚强，练功刻苦，且颇具天赋。没几年，他就从大连冠军打到了全国散打冠军。乔立夫的腿功了得，150斤的沙包一脚就可以踢飞好几米。当时在全国能与他抗衡的只有杜振高，杜振高擅长摔法，乔立夫擅长腿法，两人比赛互有胜负。1987年，乔立夫被特招到武汉体育学院，代表学院参加全国比赛。现在进行男子75公斤级比赛，红方武汉体育学院乔立夫，南方各种警察学校周连喜。乔立夫不负众望，接连拿了好几届全国散打冠军和一届世界邀请赛冠军。将进行的是75公斤级的比赛。This is 75 kilogram category。这是由中国选手乔立夫，红方是中国队，对意大利的保罗，厄卡泰利。黑方是意大利队保罗。The black is Paolo, Italy。毕业以后，乔立夫拒绝留校，也不愿意回东北老家。他被求贤若渴的深圳警校聘为武术教官，并在深圳结婚成家。在警校里，乔立夫安分守己，也没有过惹过什么事端，大家对他的评价都还不错。但是也有同事认为，乔立夫武功高强，但是头脑过于简单，没有什么心眼，做事有点轴，属于嫩人。乔立夫在警校拿一份不菲的工资，他还在外边开班收徒。由于名气大，他每月的收入相当的高。都这么有钱了，乔立夫却很讲面子。深圳一家夜总会为维护自己的地盘，请乔立夫做靠山，给他占30%的干股。谁都知道，给夜总会看场子是黑帮干的活，乔立夫为此差点被警校开除。也正是在夜总会上，乔立夫认识了身为三陪小姐的邵苗苗。邵苗苗是甘肃兰州人，年纪不大，却是一个颇具心计和手腕的女人。别看她长得皮黑矮胖，谈吐粗鲁，却能使一些她所需要的男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，为她出钱出力，甚至为她杀人。抓获乔立夫以后，办案民警曾经问她：你本来有一个温馨的家庭，却为何给这么一个女人卖命？时乔立夫沮丧地说：是她抠我的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度交往以后，邵苗苗这个满脸凶相的女人居然把乔立夫勾引的是晕晕乎乎，五迷三道，乔立夫的悲剧也随之而来。俗话说，常在河边走，难免不湿鞋。在夜总会这种是非之地混迹时间过长，难免生出事端。1995年6月29日清晨，东莞市凤岗镇一个老农挑着担子经过菜地，突然老农看到菜地中的小路上横着一个塞得满满的编织袋，编织袋的袋口已经撑开，里面是白花花的椭圆形肉体。老农刚开始以为是谁家扔死猪了，可一想又觉得有些不对劲儿，于是老农好奇了，拉开袋口仔细查看。这一看可把老农吓坏了，这哪是猪肉啊，这是一具残缺不全的人的尸体啊。老农顿时吓得差点昏过去。接到报案的凤岗镇公安局刑警迅速赶到现场，对编织袋进行检查。
老龙的判断没错，这确实不是一头猪，而是一具被砍断四肢和头颅的男性人体。几小时后，东莞市公安局刑警也接到消息，紧急赶到现场。一番搜查后，尸体的头颅与四肢仍无踪影。令人们再度震惊的是，警方在这个人体躯干不远处的菜地深处又找到一个更大的编织袋。当刑警打开这个编织袋时，里面竟是一具全裸的女尸。一下子死了两个人，这可是大案了。这是凤岗镇有史以来的首宗碎尸案，且案子发生在凤岗至深圳的必经之路上。此时天已大亮，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，无头的男尸和全裸的女尸如同重磅炸弹落在人们平静的生活中，种种猜忌和联想不胫而走。根据警方尸检表明，男尸虽然没有头颅和四肢，但可以看出身上的肌肉不少，且不是那种体力劳动者的那种肌肉，而是通过健身运动练出的肌肉。看来死者生前生活不错，有健身的习惯。至于女尸，鉴定为窒息死亡，年龄大约40岁，皮肤白皙，体态肥腴，手脚均无硬件，可排除为一般的打工者，且生前没有被强奸，可以排除强奸杀人。最令人奇怪的是，男尸被肢解碎尸，而女尸却保留了全尸。碎尸一般有两种情况，一是为抛尸方便，一是因为死者认识凶手，当然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凶手对死者特别仇恨，但这种情况不多。此案中女事主很肥胖，却未被碎尸，男事主却惨遭碎尸。看来原因或者是因为男事主与凶手熟悉，或者是因为男事主在当地比较有名，很容易辨别出来，而女事主则很少在东莞活动，没有人认识她，因此没必要碎尸。警方很快动员所有的力量，广泛查找尸源。警方拿着女性死者的照片在东莞市进行排查，但结果令人失望，没有人认识这个女人。正当刑警们排查毫无结果时，市公安局资深的法医又有了新的发现。女尸的脚部大脚趾有些形变，双脚五指并得特别拢，且向前倾。法医凭经验认为，这不是残疾或者死后尸变，而是因为死者从青春期开始就穿高跟鞋所致。法医判断女尸大约40岁，她青春期应该是在60-70年代，而60-70年代中国大陆穿高跟鞋的女人几乎没有。从这个结论推断，这具女尸应该不是中国大陆人，而是来深圳做生意的港澳台人或者是新加坡人。事关重大，警方立刻成立629专案组，并决定从东莞的外籍老板中调查失踪人员。事实证明，这次侦查方向是正确的。专案组调查到，东莞市塘下镇一个五金厂的香港老板陈家恩失踪了。警方迅速找到陈家恩的太太了解情况。陈家恩太太回忆，丈夫失踪的前两天晚上，陈家恩驾车离开工厂，说是到外面吃饭，晚上9点会赶回来开会。不过当晚陈家恩并没有回来。陈家恩的太太说，她的丈夫好色成性，在东莞、深圳、广州包养多个情人。晚上陈家恩没有回来，工厂其他员工也没有太在意，以为他可能是在哪个情人家里过夜了。没想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，在香港的陈家恩太太突然接到丈夫电话，电话中丈夫明显有些恐惧地说自己急需80万元人民币的周转资金，让太太立即带着钱送到深圳的香格里拉酒店交给一个黑皮肤的女子。电话最后，陈家恩再三叮嘱妻子一定要按时交钱，千万不能拖延。陈家恩的太太是个家庭妇女，没有见过什么世面，顿时吓得不行，她急忙找到自己的父亲求助。陈家恩的岳父立即找到女合伙人陈杰文商量怎么办。陈杰文也是香港人，10几岁就开始经商，社会经验很丰富，沉得住气。陈杰文认为陈家恩肯定被人绑架了，不过陈家恩是被大陆人绑架
还是被香港人绑架还不好说。香港黑社会是谋财不害命，只要给钱就会放人，但如果报警就很有可能会撕票。陈杰文认为不能报警，还是破财免灾吧。由于陈嘉恩太太已经吓得手足无措，陈嘉恩的岳父年纪又很大，于是陈杰文自告奋勇带着80万赎金赶赴深圳。6月28日下午，陈家司机阿豪开车带着陈杰文和80万现金经过海关来到深圳的酒店。之后陈杰文被一个黑皮肤的女人接走，不料陈杰文之后再也了无音信，80万现金更是不翼而飞。根据陈嘉恩太太的描述，这两个死者很有可能就是陈嘉恩和陈杰文。随后陈嘉恩太太赶赴东莞辨认尸体，虽然男尸没有头和手脚，但毕竟多年夫妻，从胸毛和其他痕迹，陈嘉恩太太确认死者就是陈嘉恩。陪同太太前去认尸的司机阿豪也认出女死者就是陈杰文。陈嘉恩是个做生意的老板，与社会上三教九流，人际交往广泛，但并没有很突出的经济债务纠纷和私人恩怨，基本可以排除报复杀人的可能性。案犯作案的动机显然是为了80万元现金，因此该案性质应该是绑架勒索杀人。案犯作案的对象主要是陈嘉恩，而陈杰文可能是被殃及的。除了生意以外，陈嘉恩非常好色，情人众多，长期包养的小姐都有好几个，也不能排除情杀。还有凶手要完成杀人碎尸全过程，需要较隐蔽的住所和充裕的时间，第一现场可能为外来人员居住的较偏僻的出租屋。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要摸爬起来犹如大海捞针，如何才能缩小范围呢？这时陪陈嘉恩太太来认尸的司机阿豪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线索。他说这个黑皮肤的女人好像以前见过，好像是以前陈先生的一个情人，但是叫什么名字记不起来了。刑警们立刻将调查重点放在陈嘉恩的情人身上。遗憾的是陈嘉恩的情人实在太多，不下数十人，有过一夜情的小姐更是不计其数。这些情人小姐基本上都不是本地人，用的都是假名，还经常换城市，依靠专案组这点警力，短期内根本无法调查清楚。山重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就在调查小组几乎赶到山穷水尽之时，一条十分有用的线索冒了出来。这时法医再次对尸体进行检验，又有了新的发现。陈杰文是被重物砸中头部，导致脑干严重受损才窒息死亡的。法医又经过反复研究后惊讶地发现，陈杰文竟然是被人一拳打死的，根本没有用什么凶器。专案组一些刑警已经从警30多年，看过数百起杀人案，却从来没有见过谁用一拳头打死一个人的。根据这个情况，法医在分析陈嘉恩尸体的躯干，得出他也是被一拳打中头部活活打死的。一拳打死个女人也许还不算什么，能一拳打死全身都是肌肉的陈嘉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警方认为能够拥有这种拳脚功夫的绝对不是普通人，应该是个练武之人。他不用武器杀人，说明他对自己的功夫很自信，应该是个武林高手。在东莞深圳再加上武林高手，这样的人在哪呢？刑警调查陈嘉恩哪个情人身边有个武林高手，很快又有了重大的收获。和陈嘉恩私人关系很好的卢先生反映，有个叫做邵苗苗的女人曾经是陈嘉恩的情人。1994年7月，陈嘉恩曾经在深圳以每月6000元的价格包养邵苗苗，还为她租了一处豪华的公寓。但几个月以后，陈嘉恩发现邵苗苗和一个有名的武林高手暗中来往，盛怒之下陈嘉恩就不再包养她了。根据卢先生提供的一张陈嘉恩生日聚会照片，司机阿豪认出接走陈杰文的黑皮肤女人就是照片上的邵苗苗。警方大喜，立刻去调查这个邵苗苗和武林高手
经过调查，邵淼淼曾经居住过的豪华公寓，一个保安提供了关于武林高手的重要线索。保安回忆，此前有个身穿警服的人要上楼找邵淼淼，保安不认识他，没让进，两人发生过争吵，身穿警服的人很蛮横，说他是深圳警校的。这一下排查范围缩小了更多，几乎没费力气，刑警就从警校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个人。看到档案时，刑警们都惊呆了，做梦也没想到是他，这不是大名鼎鼎的中国散打王乔立夫吗？警方立刻调查邵淼淼和乔立夫，并且发现在这次犯罪之前，他们两个人已经犯过罪了。原来有一次，邵淼淼和夜总会一位妈咪丁某发生矛盾，于是在5月26日，乔立夫伙同董宇、房庆宗突然将丁某绑架，他们先是将他家中30多万元财物抢走，然后又由邵淼淼动手狠狠打了他一顿。乔立夫说，丁某欺负自己的女朋友邵淼淼，想要活命还要再取20万来，丁某无奈只得去银行取钱。跟他一起去的乔立夫同伙房庆宗是个练武的粗人，也是个缺心眼儿。在银行取钱期间，丁某趁机用粤语向银行职员求救，警方接警后赶到，将房庆宗堵在银行里抓住。乔立夫、邵淼淼和其他同伙发现事情败露，连夜逃到了邵淼淼的老家甘肃兰州。乔立夫为了给情妇出口气，不但丢掉了警校的铁饭碗和教练的高收入，而且成为通缉犯，可谓是一步错步步错。到兰州没多久，乔立夫身上带的钱就花光了。乔立夫知道邵淼淼是香港富商陈嘉恩的情妇，因此他想到了回深圳绑票陈嘉恩。因为被通缉，回深圳不能乘坐火车飞机，邵淼淼遂将本地一司机赵某骗来，说是用车拉货。赵某到后即被乔立夫几拳打死。到了夜晚，乔立夫一伙趁着夜色将赵司机的尸体装上抢来的车，开到了黄河边，将尸体抛进黄河，然后驾车直奔深圳。犯罪嫌疑人锁定乔立夫、邵淼淼之后，广东警方向全国发出了协查通报。7月5日，参战刑警兵分五路，飞向凶犯的原籍及可能藏身的兰州、大连、沈阳、北京和武汉等城市。赶赴兰州的刑警到达后开展的第一项工作是摸清对方的情况。由于不便公开调查，追缉小组来到邵淼淼父亲所在的工厂，掌握了邵家人员以及家里电话等情况，并很快将邵家监控起来。之后警方发现邵淼淼曾经回过家，还有可能在兰州新租了一间房，警方判断乔立夫极有可能就躲在这个房间里。经过周密部署和密切监视，7月8日下午3时许，警方快速行动，在邵淼淼回家途中，警方将他抓住，搜出随身携带的港币4万多元、人民币3万多元，但邵淼淼拒不交代乔立夫的去向。此时不能再拖，每多拖延一分钟，都有可能引起乔立夫的疑心。追捕小组与兰州市公安局达成共识，决定强攻，抓捕乔立夫。缉捕这样一个功夫高深、凶猛异常，且身边还有可能刀枪等凶器的魔头，刑警们制定了以快制快的方案，不能让乔立夫出腿。果然，刑警们来到乔立夫的出租屋内，他正在房间里睡午觉。他的睡房靠最里边，大门是铁门。兰州警方的一位刑警猛地飞起一脚，门未踢开，待他再次出脚将门踢开时，乔立夫已经出现在门口，踢脚向刑警们踢来。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的两位刑警早有防备，两人侧身让过，一起猛扑过去，将他拦腰紧紧抱住，按倒在地。乔立夫拼命反抗，却被两名刑警死死箍住不放。一名兰州刑警用枪猛击乔的头部，乔反应极快，头一偏，枪柄砸在了自己同事嘴上，顿时鲜血喷涌，门牙掉了3颗。紧跟着冲进屋来的几位兰州刑警见状猛扑过去，将乔立夫层层压住。乔立夫的力气很大，
七八个人拼命摁住他，足足捆绑了十多分钟，才将他结结实实的手脚一起捆住，如同扛一块木材似的抬到了楼下的警车。随后刑警们又从房间里搜出了猎枪、子弹、两把军用匕首。见此场景，在场的人都不觉惊出了一身冷汗。乔利夫被捕后很痛快地就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，而邵苗苗却拒不交代，他把所有的罪责都推给了乔利夫。他说自己只是个帮忙的，杀人及主谋都是乔利夫所为。见邵苗苗刁钻蛮横的样子，见多识广的刑警们不免有些同情起乔利夫，这个傻大个哪是这个女人的对手。邵苗苗是兰州人，在家是独生女。邵苗苗从小好逸恶劳，性格凶悍，中学毕业后她不去找工作，却在兰州的色情场所瞎混，后又去深圳做了三陪小姐。邵苗苗的控制欲很强，做小姐期间也经常和人争斗，从不吃亏。为了金钱，她做了陈老板的情人，为了找靠山，又搞定了乔利夫做情人。乔利夫供述，他和陈老板、妈咪丁某均无冤无仇，甚至根本不认识，这都是邵苗苗唆使乔利夫出手，这才搞出了绑架杀人案。办案人员曾经疑惑，邵苗苗这么一个20多岁的年轻女子，为什么会这么泼辣阴毒？很快，他们就知道为什么了。邵苗苗供述，自己将赃款19万多的港币、人民币以及绑架劫来的钻戒、金首饰等一批赃物交给他母亲隐藏。警方去邵苗苗母亲家里搜查起赃，邵母却大哭大闹，甚至在地上打滚撒泼，不予配合。直到警方拿出搜查证强行搜出赃物赃款时，其母仍不让刑警带走，一口咬定这是女儿去深圳之前工作挣的钱。一同前来的当地派出所民警介绍，邵母是当地著名的泼妇，3天2头闹事打架，周围邻居没有一个敢招惹他的。至此警方才恍然大悟，有其母必有其女也，如此恶母养育出十恶不赦之毒女，自然也就不奇怪了。而原本毫无劣迹的乔利夫，自从认识了邵苗苗，也很快沦为杀人狂魔。真所谓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11月24日，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塘下镇召开了629特大绑架勒索杀人案宣判执行大会。乔利夫、邵苗苗、房宗庆等4名罪犯被判处死刑，押赴刑场就地执行枪决。直到被枪决的前几天，乔利夫才醒悟过来。据同号的犯人们回忆，有一天晚上，乔利夫突然哭诉起来，我是被他勾引才犯的罪。我的家庭本来很温馨，老婆很漂亮，女儿刚上幼儿园，你们说我这么做到底图什么？现在一切都晚了。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人有时候最怕的就是鬼迷心窍。